县长，狱组长，我给你带来。县长，王延杰，这个商老三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啊？没啥接触，挺老实的一个人。你好好的想想。对了，县长，他除了吃政府的饭，他还是忠义堂的人。谁的人？忠义堂。 失手了，栾俊雅突然来了，留下证据没有？张老三死了，栾俊雅、韩三命，马上就会找上门来。爹，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？我集合帮众，和他们拼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？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认有你的性子来，你将来要掌管忠义堂。 什么事都打打杀杀，忠义堂早晚得被你败了。老爷，韩县长派人来，请您去一趟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爹，以前他都是登门拜访，现在请你过去，他这是在摆谱。你小辫子抓在人家的手里，人家为什么不能摆谱？ 那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死了一个小小的狱卒，他们敢跟我翻脸吗？县长，咱们干嘛不直接去林家抓人呢？这个林俊逸。 能够买通狱卒杀沈涛，也能够买通警察杀我这个县长。但咱不人证物证都有吗？人证呢？他狱卒长啊。就凭他说了一句狱卒是忠义堂的人，那咱还有物证？狱卒死了，死无对证的。那您还派人去林家请林金一干嘛？狱卒之死，可深挖可浅挖，也可挖个坑，深埋地下。 就看他林进义时不时气儿了。没错。如果这件事情是林进义派人干的，我不会穷追猛打，我会点到为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若他林进义是杀我爹的凶手，这么做会降低他的警惕性。也对。 这么好的机会，咱都不对林家穷追猛打，那林进义肯定以为县长只是单纯的一拳。以权谋私是吗？你小子，心里有，嘴上就会给我露出来。就你这点道行，还想在连城混？ 田妹，我觉得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把他送出城吧。怎么送啊？田妹，我画了一幅画，你看看。林海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只许你来，就不许我来看看妹妹啊？谁说的？你俩能和好，我求之不得啊。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。 我们俩正在聊女人的私房话，啊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就走吧。你俩肯定在说我坏话，对不对？跟你走。怎么能呢？我觉得前两天你俩闹掰挺好的。胡说八道，宝哥。哎呀，笑死了，笑死我了。田妹，啊，说了半天忘了给你看这幅画了。嗯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啊？都跟你说了，在聊女人的私房话，赶紧回房间。 走啊！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呀？没有。有。不是在聊女人的小秘密吗？小秘密。嗯啊。是和那双男鞋有关吗？林海，林海，哥。
他是谁？你别说话。你说。啊，他是我同学。同学？长得像教书先生一样的同学啊？对，他确实是甜妹的同学，路见不平，打了几个小混混，没想到被人反咬了一口，就受警察的通缉，然后。 田妹就把他救了。那很简单，我带他去见韩三命。来，哎，别，那他在拘捕的时候失手打了警察，你要是带他去见韩三命，不等于自投罗网吗？嗯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咱们就简单处理，趁晚上没人的时候就把他送出城，剩下的就跟咱家没关系了，你觉得呢？ 啊，对啊，哥，简单处理吧。哎，哟，林爷。 林爷来了，怎么告诉我一声啊？快快快，倒茶去！哦，林爷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林爷，我听说昨天林家赌场后街发生了枪战，有这么回事？啊，赌场没事吧？哎呀，韩县长，您公务繁忙，还这么有心关照我们林家赌场，感激不尽。哎呀，林爷啊。 我是真心的，想帮您分忧，可现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呀。您入了股，到时候咱们就是一家人。什么情况？股东都同意了。我回去跟股东们商量了一下，大家都不同意。 韩县长，你想想，旱涝保收的一块肥肉，谁愿意多分给别人一口？是是是是是。不过林爷，照这两天的闹法，旱涝保收难吧？韩县长，我后来跟股东们把情况说清楚了，听说是您要入股。 大家举双手同意，信不过谁，还能信不过您？韩县长，替我谢谢大家伙的信任。韩县长，哎，这样，我回去马上叫人，把契约送来，您一签字，这一成的股份可就是你的了。等等，一成。 对呀，昨天晚上您不是说的一成？林爷，昨晚是昨晚。我今天早晨呢，仔细的想了一想，只有县政府深入参与，这样咱们才能够同心一家。韩县长，怎么个深入参与法？荣辱与共，奉献对待。对单，一半儿。
真的就是这样。嗯，就算是这样，你一个大姑娘藏一个男人在房间里，也不合适吧？我知道，所以才和嫂子商量，看看能不能趁天黑把他送出城。别等天黑了，趁爹现在不在，把他弄走。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早送出去早好。这万一林爷要是回来，发现铁妹房间藏着一个大男人。 这楼子不就捅大了吗？你说的都对，只有一句不对。哪句？不是林毅，是咱爹。走了。韩县长。 昨天晚上，您说的是一成，今日突然改口变为五成，恐怕股东们是不会答应的。昨天跟林爷说一成的时候，您不是也没答应吗？是啊，昨天我跟你说了，我回去要跟股东们商量商量。那您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。 你说这两天呀，又是刀啊，又是枪的，我还要派警力去保护，也担着风险。万一我的兄弟们有个死伤，你说这医疗费、保险金，哎呀，也不少。韩县长，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！那既然林爷不愿意。 我也就不强求了，啊！啊，对了，林爷，我听我手下阿晨说啊，有人居然买通了狱卒，在政府大牢里面刺杀党国的要犯，那可是政府的大佬啊！这个杀手的胆子可够大的。一方面呢，我要向上峰禀报。 彻查连城黑手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连城啊，已经不安全了。我也没有那么多手下来保护你的赌场。那我入股的事儿，就算了吧。韩县长，既然你这么执意如此，那我告诉你。 狱卒之死的事儿，该查你就查。连城这个地方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您如果遇到什么阻碍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我在连城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人脉的，没有我林某办不成的事儿。那韩某就提前谢谢林爷了。 您们林家呢，在连城有10家赌场，要不您就拿出来1家，由我们政府来经营。之后入股之事，韩某绝不再提。办好了吗？ 车子我已经停在后门了，你去把下人引开，我和你嫂子把他先藏后备箱。嗯。哎，林海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若真是路见不平，警察最多暴打一顿，犯得着用枪吗？ 现在恶警太多了，你别说话。就算真的是恶警，
拳打脚踢的淤伤呢？事已至此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送你出城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妹妹。 后院待着，前院脏成什么样了不知道啊？赶快去打扫，快快快！哎，是，快呀！今天的事儿你怎么看？哼，就四个字儿。 来者不善，是啊。现在关键的是，不知道韩三命是为了杀父之仇来试探咱们，还是因为别的？哪一种时间长了对我们忠义堂都不利？是啊，来来来，坐。 兄弟啊，你知道，眼看你中刀，我一激动，误杀了韩天魁。老爷，当初全怪我，也不全是因为你。要不是23年前我起了贪心，今天也不会到这种进退两难的地步。现在，老爷有了少爷，又有了小姐。 也就有了软肋。兄弟，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要特别的小心。我要是做了韩三命，就等于得罪了政府。得罪了政府，那将来这几个孩子怎么办？大哥。 我的命，那是您救回来的。我替您去杀了韩三命。不行，我已经误杀了他爹，不想再断了韩家的根呢。 我听说韩三命夺了我们一家赌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间赌场是我让给他的。为什么要让给他？难道我们忠义堂还怕他不成？一成一池，输赢未定。有时候机会是等出来的。不，机会不是等出来的，机会是要靠拳头打出来。 我看你翅膀是硬了吧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四少爷，老爷怎么说？ 这个人一老吧，胆儿就小了。你想想我爹当年，一人一刀，
走遍连城周边大大小小的山寨，砍出了我们林家走镖的官路山道。可现在呢？是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是没错。可是阿坤，有时候必须得知道，杀鸡害猴，横刀立威，别人怕你了，你的船行得才更稳。少爷说的对，这老爷最近吧，做事怎么开始畏手畏脚？我爹老了，但我们很年轻呢。三少爷的意思是，弟兄们，干活了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、大小姐这都在，就是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城外画画写生，可以吗？哎，当然可以，请便。哎，等等，二少爷，有个事儿啊，我得跟你说一下。这赌场呢，虽然由政府来接管，但生意嘛，还是你们林家的生意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敲定，不信您回去问问林爷。刚刚敲定的，刚敲定，新牌子都准备好了。韩县长准备的够充分的呀。哟，这车上东西够多的啊！阿珍，快快快，帮二少爷拿到后备箱去。明白。哎，慢着，这颜料画布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。都是我哥的心爱之物，你要是把它弄脏了，赔得起吗？大小姐，这阿晨办事啊，您放心，有准儿。就是就是，别动。看来你小子办事啊，还是心里没准儿。二少爷，我来。馄饨嘞，热乎的馄饨。阿布，香烟。香烟。馄饨热乎嘞。灯笼灯笼。这儿馄饨。老板，钱给你放这儿了，回厂了。哎，好。老板，你看他们。这点小事就不劳烦韩县长亲自动手了。二少爷，看来今天我还真要亲自动手了。
请爷们到楼上最大的包间好不好？包间憋屈，爷就喜欢在大堂吃。啊，这位爷，您要知道，这买卖可是县政府的。怎么，拿县长压我呀？啊，不敢不敢。您来是客，买卖嘛靠人捧。哎，这才是句人话。伙计点菜。爷，我伺候您成吗？嗯，可以啊。一碟花生。哎，还来点什么？没了，就一碟花生。韩县长，不好了，有人在酒楼闹事。哪个不长眼的？一大帮人也不知道是哪儿的，他们把客人都轰跑了。二少爷，我有事儿，那就先忙了。韩县长忙啊，还是把东西先放进去吧。放里面好。没事了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哟，三少爷胃口不错呀，连这路边摊的馄饨都敢吃。韩先生，你别说，这个馄饨还真是鲜，我帮你叫一碗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三少爷，既然都来了连城酒楼了，咱就进去吃吧。连城酒楼还挂着县政府的招牌，我临江胆小，不敢进去啊。那你这帮兄弟敢进啊？有吗？还真是啊，这帮小子啊，胆比我大。还得麻烦三少爷。能不能管管这帮兄弟？啥意思啊？他们到酒楼吃饭是天经地义啊，我怎么管？不让他们吃饭？吃饭？我看他们是想吃牢饭吧。哎，韩县长，你这话绝对有问题啊！他们又没犯法，他们为什么要吃牢饭呢？行，三少爷这样吧。咱们还是把话说白点，你想怎么了结这件事情？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连城酒楼，我们林家的仓库。人呢？下车。辛苦你了，出来吧。嫂子，你真有办法。你不知道，刚刚韩三命开后备箱的时候，吓得我心脏都快出来了。我吓得心脏都快出来了。我先说啊，这可不是我的办法，都是你那个鬼点子二哥的办法。你应该庆幸是我发现了这件事，换一个人你就死了。走。
站住！告诉你们的人，我就这一个妹妹。你们再敢纠缠她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杀了她。林三少爷，我看你现在翅膀是硬的，连我的话你都听不进去。我听了呀，所以我没有把他的赌场给砸了。你还不如给我把他砸了。爹，我去酒楼就是想灭灭他的威风，难道我有错了？当然错了。你知道韩三命怎么想吗？你们林家不过如此，耍耍无赖而已。恶人还需恶人磨，我要的就是他，哑巴吃黄连。林三少爷，你翅膀硬了，连你老子的话你都不听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未来忠义堂的堂主，你这小小的手段，那就是给咱忠义堂丢脸。我没有丢忠义堂的脸，我这么做就是我们忠义堂的气派。我管他是谁，哪怕他是县长，我也不会怕的。你给我记住，忠义堂现在还是我当家，抢他的饭馆有什么意义？你若真有本事，用其他的赌场把韩三命的赌场干倒。二哥，别生气了。嫂子，这附近有个老军官，不如咱俩去逛逛吧。走吧，走。哎呀，这路也太难走了吧！甜妹，你慢点，我拉着你。来，小雨，我不希望你有危险，同样，我也不希望甜妹出危险。我哥也真是的，非要在这里画画。你哥啊，这是粗中有细。你想啊，我们借着画画写生的幌子出城送人，这要是回去的路上万一再碰到韩三命，没有画该怎么解释啊？对不对？他倒好，有事干了，把我们俩撇一边。我们俩干嘛？干瞪眼。他是在生闷气。不就送个人吗？至于吗？傻丫头，他是在担心你。有的时候我觉得，越和你哥相处，越觉得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。那是，尤其是对你。是啊，重的我都快承受不起了。可是我觉得吧，你好像有时候刻意的和我哥保持着距离。有些事情你还小。小小小，我每次一说什么正经话，你们都嫌我小，拿话搪塞我。小多好呀，做错了事情大家都能原谅你，不像我总是担心做错事会伤害自己不想伤害的人。也包括我哥。尤其你哥。蒋委员长教育我们啊，天下为公，精诚合作，咱们端着党国的饭碗，不能吃着自家的饭啊。哼，这个赌场入股的事儿，有些不妥吧？栾队长，赌场的股份你放心，不会揣在我韩某的腰包，
而且他林家也想要县政府酒楼的股份呀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就算是为了连城政府，咱们也不能用这样的手段。毕竟，咱们还代表着党国呢。嗯。韩某此举，给党国丢脸了。我们跟共党交战多年，剿了四次，为何依旧猖獗？就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官员失了民心。老百姓帮共党救共党，最后甚至加入共党。栾队长，什么情况啊？您这帽子给我扣得够大的，我韩某可是担当不起呀。当然，我知道咱们韩县长不是这样的官员嘛。可是赌场入股的事情传出去，人家只能说是党国政府假公济私，侵占民产。这样不是对韩县长不利吗？也枉费了韩县长对连城百姓的一片苦心。栾队长，连城之事就不劳烦您费心了，行吗？哎呀，连城当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共党的交通线。嫂子，你看那边多美啊！啊！甜妹，我真羡慕你。羡慕我啊？羡慕什么呀？羡慕你的天真，你的无忧，羡慕你有如此疼爱你的哥哥，也羡慕你能够自由自在的活着。瞧你说的，好像咱俩不一样似的。你看。我有天真，你有美丽；我有无忧，你有聪慧；我呢，有心疼我的哥哥，你有疼爱你的丈夫。我能自由地活着，而你能活得自在。你这小嘴儿吧嗒吧嗒的，还挺能说呀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可是真的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和我是一样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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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俩是一样的，行了吧？走。咱们去那边看看。茶馆被端了，联络站没了。您那个什么俄狄浦斯计划圆满成功吗？我跟共党打了多年交道，他们的生命力真的可以星火燎原。什么狗屁星火燎原啊，就是一泡尿的事儿，全给浇灭了。哟。对不住啊，栾队长，我在您面前说不雅之词了。在我面前没有关系，但是韩县长，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你代表党国。时刻提醒，代表着党国。哎，嫂子，你刚刚许的什么愿呢？许的愿望要是说出来，还能灵吗？嘿，还卖关子。行，你不卖关子，你先说。说就说。不过我不是许愿，我是感谢。感谢？谢天、谢地、谢老君。你这谢的是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谢的是刚才平安的把那个同学送出城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谢。谢老君，让我找回了我的嫂子。说什么呢？我从进入你家第一天起，我就没有走过呀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真心话？对哦，前两天也不知道是谁还赶我走来着。是谁啊？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哎呀，嫂子，讨厌。我发现了，你跟我哥一样坏。哦，不，你比他还坏那么一点点。有一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可是我怎么觉得有那么一个人比我们还要坏？是不是你？哎，嫂子，你别跑，讨
爹，你等等我。来啊，铁妹。沉默，我们的距离到底隔着什么？心中的故事，多想对你说，给你的爱是种承诺。你还是一样执着，家门的轮廓刻在同样角落，那些熟悉的快乐我都记得，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。你要的结果之中，每